你大家说这是不是一场灾难级的表演啊？也有人说是不是喇叭坏掉了才会害女团有这么可怕的声音，但是有网友持着正面态度，认为这场表演反而帮这些女团们打开了知名度，表示她们至少没有假唱嘛，应该要给新人多一点的机会才对。